给我炸，给我炸。白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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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白板碎甲术啊，项链220特技怒目金刚啊，这个特技啊虽然没人用，但是还没人出，对不对？没准出的久了就有人用了啊。让二狗抓紧时间开发一套需要怒目金刚特技的打法啊。当我们的斧用了150点震动的时候，放了一把金星之后减去1把，等于剩下30点，然后他甲还有场的时候，下路哥哥会加24点，如果有武装的话会再加一点25点，等于55点。这个时候我们使用金刚怒斧加80点，又可以放一把金星，考试必放，记一下。然后当你放完这把特技之后，你再减去120点，你还剩15点，下把有塔加上14，然后再加武装的1点。如果你的衣服有128点以上分布，再加一把金刚怒斧，理论上来说你的斧哥可以放3把金星。来，都记一下，考试这门必考。如果没有记的话，拿笔记一下。老师只说一遍，这是重点，好吧？能不能考上重点高中，这个看你。老师已经把你领进了，休息待命。这以后呢，就不要说什么破血3点、法系什么什么麒麟3点，你这个金星3点。